激素双叉不论岁数，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，今天是解惑节目，但是今天全是超级学友，因为最近这个投稿的质量很高啊，说明我这几年的教学没有白做啊，对吧？也三周年了嘛，因为我是2017年7月1号开始做视频，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年了。我觉得这一次视频质量很高啊，那就好，那就不多说，我们这一次就全部都看这些厉害的球友的投稿，我们一起学习他们。那开始今天的观摩学习，先看第一个球友，双脚起跳，对吧？动作潇洒漂亮，对吧？腰腹力量不错，落地之后也有这个重心的向前延伸，整个动作看起来很协调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，如果你真的还想更上一步，你需要加强很多场外训练，你的核心力量、你的协调性、你的这些负重训练，这些都很重要。因为你现在这个动作已经很标准了，也没有问题了。你想要的更好看、跳得更高、力度更大，那你就要加强场外的训练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在国家队训练也都是50%的时间在打球，50%的时间都在练身体，希望要加强身体的训练。再来，请出下一位球友，抽强。这个我在我微信公众号"杨神大神"我说了很多遍了啊，这个球友领略到了精髓，不管从出手，包括他的脚步，还包括他的负重训练。哇，这几点做得非常棒，一级棒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抽墙，给你两个选择，去模仿这位球友和回头去看我的抽墙教学，好不好？墙打好了，你的双打才会强无敌，一定要战胜你家的那面白墙，把那个墙给它抽烂、抽黄、抽穿，加油兄弟们。第三位超级球友，哎，也不错啊，做了一个双脚起跳挥拍往前，重心很好，这个动作也很好。大家会看，哎，他是不是会有点提斧头啊？但是从严格的标准来说，他没有提，因为他在打之前这个拍子他是架起来跳的。什么叫做提斧头？边跳边，这才叫提斧头。如果他先拿着，在起跳的时候他架好了，这不叫提斧头。提斧头就是边跳边提，这叫提斧头。如果他先提，对吧？他在跳的时候他架好了，这不叫提斧头啊，你们要分清楚啊。在架拍的时候架好了再跳，那不叫提斧头，边提边跳才叫提斧头啊。这个球友做得很好，希望你们要区分这个我前面之前说这个提斧头的这个区别，不要提斧头啊。请出我们最后一位超级球友，不对，他是两位，一对好基友，在进行一个下手的一个被动球的训练。要做这样的练球你们才能进步，对吧？不管你是怎么练，你发多球也好，对打也好，高球也好，打墙也好，一定要多一些训练，好不好？你要提高羽毛水平，你光看我视频是没有用的，你要练训练方法怎么打动作，我这三年更新了600-700个视频都有，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，你们去找一下看一下。而且现在为了大家查找，我每周日的更新都是把合集列出来，我希望我的努力对于你们提高羽毛水平有一定的帮助。然后我的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，大家记得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更多羽毛球教学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，谢谢大家支持。